也是我们祖林国教武术代表队总教练施正中先生为我们表演螳螂摘药。施正中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台南唐的，台湾螳螂拳的国字典哈。为了学习螳螂拳，遍访30多位山东、河北、四川过来的螳螂拳老师。8岁起呢，学习白热拳，之后跟张世勇先生学习内家三拳。今年以后就开始钻研螳螂拳。Thank you.